跑这儿来了你？疼，下手这么狠。没有你狠，我是同意解约，没让你把 Tim 拱手让人。别激动，坐坐坐坐坐坐坐，坐下来。庆祝一下，终于自由了。为了我，你这样代价太大了。别那么小气嘛！你看，这里的风景多好看。公司都没了，还有心情看风景？一个子公司而已，我能创造第一个，也一样可以创造第二。能否一初次遇见？为了你，做一切都值得。有趣的灵魂，目光同样真诚，让瞬间定格，做底片留存。答应我，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都不要摘下它，也不要一个人离开。以后不会了。两颗心因彼此变得丰盛，是默契呢还是信任？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啊？管他呢，最新要不然来个 Time Plus 怎么样？或者 Time 3.0 版本也可以，让你做一切。我有说过要签给你吗？我现在都一无所有了，你难道忍心让我一个人孤军奋战？那不应该叫 Time Plus， 那叫什么？叫爱撒糖，让我们的世界充满爱。好，听你的。那你要一直陪着我。我不陪着你，谁陪着你啊？